喂，大家好。好多人都知道我在香港已经摆了第一场婚宴了。咁咧，今日就是我的婚宴第二回。咁我就不想摆酒。喺不想摆酒嚟讲咧，就比较唔同啲嘅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依度摆酒，我第一是食素啦。第二咧就是依度是流水式咁食嘅，不停有人入，不停有人走，不停有人入，不停有人走。咁预计有三四百人，咁就谢绝人情。純粹是做善事咁样食嘅，今次呢个就呢度上面咧就好多啲比较基层嘅哥哥姐姐啊，就入嚟饮我呢餐酒。咁我而家同大家入去睇下有啲咩食。啊，呢度咧就系、是我个 reception 啦，叫做。诶、拍一下片先。好。嗱、跟住呢度咧就上去啦，跟住咧同大家睇睇我依餐齋菜有咩食。呢度咧就好多人，其實呢度我可能認識嘅人咧都唔到十個，但係就有不停流水式咁食啊！你見到有人喺度走噶啦，因為成個場都係嚟飲嘅，咁有人喺度走，有人入，有人走，又有人入咁樣，咁個場咧都好多人噶。我哋睇下有咩食先。嗱，齋菜嚟講咧，依個自助餐都做得好好啊。分別有啲鹽薯啊，跟住有湯啊咁樣。多謝多謝。係啦，即係都有廿零三十款齋菜喺度俾大家任君選擇。都算是这样的了，在这里摆餐酒又不是贵，那又可以给到那么多人，即是吃 吃餐好的，吃餐素菜，吃餐斋菜，看小朋友吃得挺开心。啊、Hello， 喂，跟香港的朋友说一声 Hello 啊。Hello。好嘢，好嘢。即係咧，好多小朋友咧喺內地都好中意食齋菜啊！你睇呢度有啦，嗱依度咧就到咗打邊爐嘅位置，打邊爐嘅位置咧分別就有四五個撈喺度啦，跟住又係有啲齋菜啦，嗰度又好多啦。其實成個場嚟講咧，係好多好多唔同嘅選擇俾大家去食嘢。今天在內地天氣又比較熱啦，好，俾個遠方大家睇下先。係啦，跟住呢度咧就水果啦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咁多，就係我第二輪嘅婚宴，嚟到不想買酒，跟住咧依輪咧就係食素菜嘅，咁有三四百人流水式咁食，做少少善事，謝絕人情，係咁多。